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美小子。本期是小酒答案第337期。有小伙伴已经知道，和平精英体验服最近在测试海岛 2.0， 里面的改动确实很多，尤其是这个画质，小子调到最低的流畅画质都那么好看。看最近有粉丝私信说，小子之前教的从厕所顶跳到加油站的技巧很难触发攀爬，问我能不能手把手教他。粉丝你有福了，这招咱们不用学了，因为海岛 2.0 修改后，桥头的加油站比以前更容易上了。路线还是和之前一样，从侧边的围墙爬上去，侧跳上厕所顶部。之前这样冲跳很难触发攀爬，而现在一跳就能上去。可惜加油站的外观改了，顶上也已经取消围栏，更容易被敌人发现，所以啊，加油站秘密阴冷点没了。不过就算在这城河，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上来。好了，我是南美小猴子，更多体验服内容可以留意我的动态。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，